哇塞，你说这一块儿这咋整呀？提不动了，哇塞，这提不动，我去，提不动了，这块是掉到螃蟹窝里来了，掉到螃蟹堆里来了，满满一桶，哇塞，太多了，继续钓啊，让你们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。螃蟹正在觅食我的鸡腿，哎妈来，哎我鸡腿呢？哇塞，鸡腿被螃蟹给包住了，来，起竿，你给我上来吧！哇塞，我去死了，又是满满一竿，这一桶又要爆了。这种生活特别惬意哈，屏幕前的小伙伴，你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呢，可以给我点个赞哈，鸡腿先不放。咱们一会儿放鸡腿，让你们，我先把这桶装一下，然后呢，一会儿放鸡腿，让你们看看螃蟹是怎么觅食鸡腿的哈。来，哥姐们，让你们近距离的观赏一下螃蟹是怎么觅食鸡腿的哈。哇塞，它吃的挺香啊。这个距离能看得到吗？其实今天的这个水特别清澈。它吃的好香呀，嘿嘿，哇塞，这黑压压的一片来了。这一竿起完以后呢，又要跟你们说再见了。哇塞，好多呀！屏幕前的小伙伴，心动不如行动哈，给我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有时间过来一起玩，过来跟着师傅一起钓螃蟹，带你们体验这种生活哈。我的家乡欢迎您的到来。哇塞，看看远处的环境。好了，咱这一期呢到此为止了，小伙伴，下一期不见不散。